心情坏得没有征兆，但消息不处理会发酵，无路可逃。你笑，说自己也想知道，运气怎么才能变好？每天都在暗示。心好像砰砰乱跳，突然紧张冷静不了，到底谁才是恋爱之道？身份糊掉，为什么总觉得今天温度太高？假装在和别人聊，其实没讯号，你的笑在我耳边开始修行，戴一半的耳机，连上彼此踪迹，拿出一些诚意，我很快也会入戏，只是练习对视三秒也动心，牢记那些要领，收起夸张的表情，没有表演痕迹，因为是真甜蜜，不必聚光注意，散发自然的美丽。